小公姑，智慧树星球转啊转，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哎，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快来快来，和道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哇，是小汽车，哈哈，让我们一起听一个和小汽车有关的故事吧。小天魔儿，你们在玩什么呢？小兔子，我们俩在比赛呢，看谁的小汽车可以走得更远。小兔子，小兔子，你看我的小汽车走得多远呀？轮到你了，道哥。哇！道哥的小汽车走得更远。哇，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好呀，小兔子。可是，我们没有其他小汽车了。小兔子，你别难过，我有办法了，你在这里等着我们哦。欢迎来到我们的巧巧手手工屋，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教小朋友们做一辆可爱的小汽车。哇，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直筒小汽车。哇，这个小汽车好帅气啊。对啊，相信小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那在做它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手工老师。大家好，我是颖儿老师。手工老师王颖，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欢迎欢迎。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学做手工的两位小朋友吧。大家好，我叫注册，今年6周岁，这是我的妹妹。大家好，我叫吴一腾，我今年5岁。欢迎你们。欢迎。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想学做这辆手工小汽车呢？接下来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先来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吧。做手工找材料，我们一起找材料，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硬卡纸、纸卷筒。好的，材料已经找好了，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颖儿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吧。好的，首先我们拿出一个纸筒，在纸筒的这个位置画出一个正方形，像老师这样。接下来我们请小剪刀来帮忙，我们沿着正方形的边将它剪下来，注意要留下一条边，不要剪开。剪好后就是这样的，我们将剪下来的这个部位向上折一下，作为小汽车座椅的靠背。哎，今天我们做的是可爱的小汽车，我想小朋友们一定都对小汽车很了解，都很喜欢。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都知道哪些小汽车呢？我见过双层公交车，它可以让更多的人早点回家。我在游乐场里见过过山车和碰碰车。我见过洒水车，它可以喷水，然后清洁路面。哇，知道那么多啊，小朋友们太厉害了。对，这个小汽车的种类的确有很多很多种，大家找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款，和我们一起来做吧。一起来。接下来我们给小汽车涂上好看的颜色吧，老师选择红色。涂好颜色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我们给小汽车安装上方向盘，我们请双面胶来帮忙。
接下来我们给小汽车安装上车轮，我们请铅笔来帮忙，在直筒前后对应的位置上打出四个小洞。接下来将小塑料棒插入到小孔中。现在我们粘上车轮。小汽车之所以可以在马路上行驶，是因为它有四个轮子。那我来问问我们现场的两位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小汽车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是有轮子的呢？飞机。哦，哎，小朋友说飞机有轮，对啊，没错，飞机落地的时候，对，起飞和着陆的时候都要先在这个地上啊高速的行驶，然后才能产生这个初速度啊。好，还有什么有轮子呀？轮滑鞋，没错，其实最简单的啊，你像我们电视台制作节目需要很多的道具，用人工搬太累哦，小板车啊推车也是有轮子的，总之呢，这个轮子的发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好，接着来做吧。固定好后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小汽车做一些装饰吧。这样小汽车就已经做好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吧。我的已经做好了，你们的呢？我们大家都做好了，来看看小朋友做的。哇，非常的灵活，哎，做的真不错。哎，我来问问小朋友们，平时你最喜欢哪种小汽车呀？有吗？赛车。我最喜欢赛车。哦，那你呢？滑板车。滑板车。哎呦，也很酷啊，对不对？啊，好，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小汽车，我做的这个是蓝颜色的。哇，哎，是不是也很漂亮呢？是的。嗯，那我做的是什么颜色的小汽车呢？黄色。黄颜色的，而且我觉得我这个颜色搭配是不是还可以？哇，太闪亮了！总之，小朋友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小汽车做得更加漂亮，更加的有个性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个作品的制作步骤。第一步，在直筒上画出一个正方形，用剪刀剪下它的三条边。第二步，用颜料给纸筒涂上漂亮的颜色。第三步，给小汽车装上方向盘和车轮，这样我们的纸筒小汽车就做好了。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哎，那今天我们做了这个漂亮的小汽车啊，听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做了很多漂亮的汽车，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啊。剪刀把纸碰一碰，我们学会啦。颜料画笔涂一涂，我们学会啦。大家好，我叫果果，我今年五岁了，这是我做的长颈鹿小车，玩一下吧。大家好，我叫潘新义，我今年四岁了，这是我和妈妈坐的瓢虫汽车，还能走呢。大家好，我叫严维新，今年四岁，这是我和妈妈坐的小鸟小车，好看吗？手工老师赵丹阳，来自北京市。
那今天呢是要谢谢我们的颖儿老师，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两位小朋友表现呢也很棒，他们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提供。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食指拇指碰碰，食指中指并拢，做把剪刀剪剪，我的手指好灵活。